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 Bridge Constructor Portal。接下来的关卡就是六则故事。不过，应该说今天的鼻音好像还是很重，感冒还没有好，所以，就这样吧。那接下来这一关呢？这边有雷射，应该要先用掉，然后从这边出发嘛。这一个按钮控制这里，所以这两个按钮都要按到。然后这个没办法控制。最后出来的除了紫色之外，就是绿色，紫色也红色也要按到。绿色。紫色，这样的话，要想办法先进到黄色，怎么觉得好奇怪？哦，又是两道门是吗？好吧，那就试试看好了。大概是先建成这样看看能不能成功好了。线好像很容易断掉，好像很危险。极限，这是极限了。看来有点不太稳，还是得再弄一下。这一次应该可以了吧？刚刚只有出现一个小小的问题，这个断掉。那试下来这些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应该可以过关的感觉。哦，我一直很怕这里断掉，它一直呈现红色的那种。终于可以到下一关了。下这一关物有所值。The Enrichment Center regrets to inform you that this next test is impossible. 直接放弃过关？叫我直接放弃吗？就是虽然是直接过去，但是这里没有可以建造的，也要从这边引过来，这样子啊，好吧，好像有一点令我疑惑，试试看好了。最后只有一台通过的时候，好像没什么关系。就是，玩到下一关了。等等，我车队还没完成，我的车队还没完成，不能这样子就结束，要把车队完成才行。就是，虽然这个桥可以渡过一台，但是。如果是车队的话，可以通过吗？有点疑惑。这算是只能使用一次的，好吧？那还要再努力做一下，再努力的更改一下。哦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好像可以耶。然后就这样过关了，耶、！好，正式来到下一关。接下来叫做环环相扣。这一关的话是什么环环相扣呢？
从这边出发，可能是要让咻拉一圈到蓝色的，出来之后，咻，喂、欸，要按到按钮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出去之后，咻出去，再回来这里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好像是，那就直接建设。这样子呢？咻！哟！撞到按按钮，掉下去，掉下去之后冲。冲！掉出去吧！掉出去！滚！掉哦！艰难的成功了。接下来，车队应该是没办法吧？毕竟刚刚这里就失败了。好，出发，车队。前面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啊啊！后面的越来越有问题了。啊啊啊！后面的，接下来是下面的。啊啊！断掉了！啊，断掉了！啊，撑住啊！只要撑住就赢了。哎，撑住嘞！哇，好险，好险！下一关，大脑移植。接下来，大脑移植。这又有三次。一个走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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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分一二三三个车道。三个车道之后，有要按到的东西。需要分别按到这个按钮。怎么回事？这个按钮。这个按钮，这个、按钮是控制两个。一个开一个关吗？所以说，这里垮掉了，这样子呢？撞掉下去，断掉了。接下来是后面，过关了，过关了，终于。可是后面有点难，后面有点多车子，应该撑不了。目前只解决了前面两波，接下来好乱哦，总觉得看起来超级乱的。不要断掉！不要断掉！快成功了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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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不要啊！
一呀一啊，过关了！哇，好可怕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终于过关了，这是武器吗？哦，这不是传送门的那个吗？会不会被砸到？哦哦，精彩！你是第一个完成全部测试课程的人。周汉本地法令规定要求光圈科技车辆飞越障碍处，必须立即就绪，在重新委任其他光圈委员员工之前，你作为唯一管理长承担的责任将包括总建筑师、副建筑师、工头和做出活的小工全包，车辆驾驶员、车辆副驾驶员、车辆驾驶员及其未亡家属的心理治疗师、车辆驾驶员处理与咖啡、煮咖啡助理，太过分了，根本什么都包嘛！哇，这样就全部通关了。刚一直想说车队应该不会过关，想不到竟然过关了，太开心了。然后，他哎，为什么他可以再冒出来？太神秘了。为什么他可以从那个传送门再把头露出来呢？一般不是要从那个出口出去吗？太怪了。那现在看起来关卡应该都结束掉了，耶！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新增的，以后再看看吧。OK， 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喽。如果有任何想对我说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